觉得水从上往下慢慢的流，经过你身体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，从上往下慢慢的流流流流，经过你的腿、膝盖、小腿到你的脚趾头，你的脚底板也有这些水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水温，最舒服的水温。接着慢慢开始觉得肩胛骨后面的这个水柱开始变有一点点热，但是其他还是很舒服，还是很舒服，它只是变得有一点点热。然后慢慢的屁股的那个水柱也开始变得有点热，有一点热，有一点，好像后背肩胛骨那个水柱开始变得有点烫，它开始有一点点烫，然后越来越烫，然后你后腰的那个水柱也开始变烫，然后大肌窝也开始变热，屁股也开始变烫，前胸也开始变热，越来越烫，肚子也开始变热，变烫，地上越来越烫，越来越烫，然后你胯的那个水柱也开始变烫，你的前胸也开始变烫，你的头顶也开始变烫，然后你的大腿后侧，你的小腿的水柱也开始变烫，脚底板也逃不掉，开始越来越热，赶快让它从上到下把你刚烧烫的皮肤每一寸每一寸让它冷却下来，然后你再一次的希望背后那一道水柱再回来，用那凉凉的水把你刚刚烧烫的皮肤重新安抚它，你的前胸也来另外一道水柱，凉凉的，然后屁股里面屁股的还有由下往上到胯下的，胯下的水也进来，好烫哦，刚刚现在赶快让它凉一点，然后大腿后侧的，它的前侧的皮也快烂掉，赶快再凉一下，赶快继续冲，拜托，小腿肚，水柱感觉越来越凉，你的胳肢窝开始变得有点冰，这水柱怎么会这样冰冰的，胳肢窝开始变有点凉，然后你的胯下那水柱也开始也开始变冰，你脚底板也开始变冰，然后你的脖子后面那个水柱也变冰，然后你后腰也变冰，快点把热水调回来。我的天哪，刚真的太疯狂了，终于这个水温恢复到正常，剩下这一道正常的水柱它温暖的洒下来，重新感觉你全身的皮肤刚刚经过了冰火九重天，
现在试着把你的肥皂、你的沐浴乳重新打开，好好的洗一个澡，好好的洗一个澡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哦，试着把你刚刚被烫过、被冰过的皮肤重新走一遍，不要碰到你的肌肤，感觉那个泡沫在安抚着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试着好好的把你的身体重新洗一遍，温柔的对待它，温柔的对待它。哦，你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？哦，经过试着让肥皂经过你全身的每一个部分，然后呢，再试着进到那个水里面，让那个水柱把这些泡沫冲掉，由上往下，让这水柱来找你，发出声音来。这些泡沫慢慢的被冲干净，冲干净，由上往下，感觉你的腿上的泡沫也被冲完了，你就站着不动，让这水柱带走，静静的感觉，这些肥皂一寸一寸往下滑。往下滑，你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？舒服。在这空间里面弥漫着，感觉就像什么情境。感觉有个什么事件要发生啊，或者是你要走到什么样的空间里？你对这个氛围是什么感觉？你想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什么？这是什么样的空间？你是什么样的角色，在这样的空间里面？自己存在的同时，感觉你旁边的人，一个空间正在慢慢的形成。这是什么样的空间？这是什么样的空间？注意观察你旁边的人事物，然后为自己找到一个 pose， 在这个空间里面，你存在的状态，这空间是什么样子？你会想要在这空间里面的哪里？你的 pose 代表你的状态，你的角色。当你们全部完全停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完成一个画面、一个空间、一个故事。注意看着还正在移动的人，你可以改变这个空间。你还没停下来，最后一个人停下来之后，注意观察这整个空间，你可以怎么加入？当你停下来的时候，整个画面就完成。自然的
出来，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动作？一个抽象的、不具体的动作，一个让你全身都会进去的一个动作，一个大的，可以是慢。角落，往那个地方慢慢走去，看着那个角落，然后继续带这个动作。